不，我的水库零四年寺庙钓啊，你的水库？对呀，老板不是跑路了吗？不是早就没人管了吗？今年我包下来了，那个石头扔寺庙边上，你看哪有人在这钓鱼的？那不钓了，托你。赶紧走了，赶紧走，赶紧。东西收拾收拾，咱走，不钓了，不钓，不钓。收东西，赶紧走吧，还拿东西，拿什么东西？不是我东西得让我拿走，我刚挑票。赶紧走吧，还拿什么东西？没给你取来就不错了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那这样行不行？那我给你钱，你钱能钓吧？还给多少钱？ 200，200，200，你想在这钓鱼？你这里有鱼吗？这多长时多少年都没人管了。刚放的鱼，有的是鱼，还没鱼。你多少钱？多少钱能钓？最少不得个300。那我给你300块钱，你让我钓一下得了呗？行行行，那我给你钱，我给你扫一下子。扫不行，有现金没？现金拿给我，你有现金吗？我给你扫呗，扫一下得了呗。行行行，300。我这钓的鱼能拿走吧？能，随便拿是不是？能钓多少算你的。确定，随便拿就 OK。对，好，钓吧。好，老天，这什么情况？碰到这样老板，托尼啊，换杆子，换大物的。我看今天不钓鲫鱼了呢。本想钓鲫鱼的，碰到这样的老板，今天必须得好好的钓一场。我得打一个重点的窝。OK， 要想富，先下户。走你！今天我们用的是大物板啊，为了让老板知道我是谁，必须得打个重窝。走！哇！哇！哦！钓了这么多年鱼，第一次碰到这样的老板，今天是不蒸馒头争口气了，必须得把老板盘了，甩大便。走！ 来了，哇，就这么一个小洞口，呀，什么鱼？哇塞，力气还不小，看样子这里是真有鱼啊。鱼啊，哎，鲤鱼吗？什么鱼？窜了一下，这是咱们的第一条，我先稳一点，看一下它是什么鱼再说。力气倒是不小，起来，顶起来，给我看看。 这要是钓到青鱼，今天可操上了。刚下竿就5、6分钟就中鱼了。托尼呢？托尼不干大事去了？来，来根儿帮我抄鱼。哇，我看看，我给它顶起来。好稳，应该是条青鱼。刚刚看到了尾巴。OK。 哇塞！竟然能钓到青鱼，我是真没想到，这个青鱼不得20斤、20斤以上哦。这条鱼200块钱本，我就回来了吗？快下户！走你！这时候就应该开启抱镰模式了。来了！哇塞！哦。 嗯，哦，我去，哦，哇塞，终于感受到鱼的冲劲儿了，哈哈哈哈哈，中了！哎呀，这个时候我就不能惯着它了。既然知道这里的鱼并不大，也就十几20斤的青鱼，哎，没必要惯着它，我直接飞，哦，漂亮，哇塞！ 直接顶起来，轻松加1块，你看看，可以，直接抄它，起来，直接丢，这条比刚才大，这两条鱼要扔到菜市场卖，我们就算10块钱一斤，两条鱼回本了吧？ 估计400块是有的，本来想出来钓钓鲫鱼，练练看漂相，没想到出这么个事，碰到这样的老板，咱就不惯着他了。走，哦，进来啦！哇，比刚才那条大哦，这条得有20多斤，比刚刚的还大，看到没？正口12点。哇塞，看看第二条，哇，漂亮，回本了，回本了。 快抓紧时间
现在天气稍微暖一点了，北方的天气啊，就中午这一会儿能暖，我们抓紧时间看能不能再钓到。来了，哦，哎，这个鱼不大，呀呀呀！我说你不大，你发脾气，哎，这鱼线绳太舒服了。OK， 起来了，起来了，问题就不大。这条应该是条鲤鱼，我反正我感觉不到，它并不大，应该不是青鱼了。这个时候北方的天气冷啊，鱼的力气还没有那么大。哇塞，啊，又是青鱼，这不是发了吗？啊，老板收我300块钱，他没想到是这个鱼情吧？哇，这个就好小，大小是块肉。OK， 哦了，这就没必要拍照了。哎哎哎！第三条，第三条，舒服，过瘾，继续，来了，我，哎，哇，啊，还在，哈哈哈哈，哇塞，这条鱼好冲，哇，又来了，哇，哇塞。我把我的干法都用上了，看到了吗？这个鱼它的冲劲儿就是第一下，过了这一下你看看，安安稳稳就上来了，太过瘾了。在这个季节，在北方，青鱼连杆儿，看没看到？这老板看的不得心疼死啊，多钓几条。怪我吗？啊，怪我吗？我是不是来过来钓他鲫鱼的？不让我钓。哇塞，漂亮！起来，废他！来，一二，漂亮！这条大吧？不大不大。100块钱值不值？那值。这今天不是上岸带拐弯吗？咱今天为的不是上岸，咱今天是为了让老板哭。哇塞，这么大的鱼，以后咱300块钱天天来这钓不爽吗？啊，我还用出去买鱼了吗？以后咱自己水库就不用买鱼了，来这儿进货就得。进去吧。我的天，这么脏。来了，哇，直接顶起来飞起来，哇塞，漂亮，小样的，就这几秒钟的劲儿，看到没？因为这边的水特别浅，哇塞，还好今天天气暖，天气暖呢，这个鱼就好往浅滩走啊，因为浅处嘛，水温升的比较快，看看啊，不大不大不大，又是小家伙，哦。起来，OK， 我怎么突然发现这小鱼我有点看不上了呢？嗯，看这么大，这小鱼苗放在咱水库刚刚好，这么大的鱼苗啊，去买也得70-80块。进去吧，欧了，快抓紧时间，再钓钓。这么大的鱼苗要爆连，这个护身能装满。哇塞，来了！哎哎哎，发现了新鱼种，这什么苗吗？哇塞，啊，这么大的青鱼苗，这要是放我们水库，我让它长到100斤，走你！钓多少了？没钓着呢，放我呢吧？没诓你，真没钓着。看来雷青似的钓4-5条了。监控、啊、哪有监控啊？你瞅瞅，不是走吧？手你也钓了一个？不对呀、啊，咱俩聊的是我钓到晚上。行了，鱼钓个鱼，鱼瘾过了。这刚12点，正是鱼口好的时候，我再钓一会儿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看，有中鱼了。
啊，不行，我还得钓一会儿。行了行了，别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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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咱说好的钓到晚上吗？你把这条鱼先让我钓上来，好不好？你先拿上来吧。哇、哦，你看又是青鱼，哇塞，你这里青鱼倒是不少。那哪能让你接着钓啊？这说好的，我给了你钱，你就得让我钓嘛。别钓了，这样不行，钱退。钱退我？这我这钓了六条七条，这是第八条，你退我多少啊？你退我300，我肯定不干的。我拿到我水库去养，我自己给他养大了，我再卖。嘿，以后再来玩嘛，又不是就玩这一次。不行不行，那肯定不行。因为啥呢？我来这本来就是想钓鲫鱼，对吧？是你就那么横又不让我钓，那现在我们已经达成了，我给你300块，是不是得认？我钓多少你都得认。哇塞，你看这鱼过来钓鱼，这交个朋友也行，下次不得还来嘛？过一次瘾就完了，你以后不想过瘾了，是吧？再看这都看这鱼多好，这皮毛多好。这会儿想跟我交朋友了，看咱的鱼多好，好是不错，进去。反正鱼可能肯定是不能让你拿走，你这，鱼不让我拿走？对，鱼肯定不能让你拿走。这是我钓的，对吧？我来这给你钱了，又不是不能拿。不是，我不说把钱退你吗？不再给你加100，下次再让他再给你加100不行。钓鱼的机会，加100不行，一条鱼加100，行就行，不行我就钓到晚上。走啊走啊走啊走，钱给我，给完钱我再走。这里应该是你有监控，你知道我这应该是第七条。行，那我给你转过去。转不行，我要现金。哪有陷阱？我跟你去取。行，好，那上山取吧。走，托尼啊，把东西收拾了，我取现金去。嗯。